周星驰在电影里说过，曾经有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，我却没有去珍惜，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这世界上总有突如其来的遇见和毫不留情的散场。上段感情结束后很久，我都不想去再认识一个新的人，不想和谁走进婚姻，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我拒绝别人的原因。喜欢那种太活泼的女孩，因为那样会嫌烦。我想找一个文静一点，就是相敬如宾那种感觉。我最接受不了是双子座，因为双子座太活泼了，而且属于精分。和我星座百分百匹配的是巨蟹座，因为我是双鱼座。我想找的女孩是苗条、白、文静、善良。